《文汇报》社评：特首李家超寻日喺劳动节酒会上宣布，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，将喺二零二五年五月一号推行。特区政府应该加强宣传教育，督促雇主依法供强积金，打击个别行业雇主小工唔供强积金嘅无良行为，引导雇员提升自我保障意识，令取消强积金对冲全面惠及打工仔。星島《星岛日报》社论。 取消及積金對沖法案通過差唔多一年，咁終於落實有期，每兩年後五月一號推行，應成為打工仔喺勞動節前收到嘅好消息。咁雖然政府定出推行時間表，但係後續落實配套工作需要盡快展開，並做好相關嘅監督同執行工作，避免舊建積金二平台疑誤事件重演。明報社評。 加爾州人工島新一輪公眾參與活動，政府話收到七千八百份意見書，当當中大約六成支持。有民間團體認為政府呢一輪諮詢對象以專業團體為主，唔夠代表性。然而，人工島計劃討論超過十年，更加係上屆政府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嘅重點，唔應該再議而不決。